前面两盏交通灯一齐黄转红，红灯亮起八秒之后，传嚟嘭一声。哇！原来是左边红 van 撞到正系过紧马路嘅人，被撞嘅男途人事后瞓喺马路，仍然清醒，有其他途人帮手指挥交通同报警，其后有救护送往广华医院治理。事发星期三朝早大概11:30，涉事嘅红 van 沿太子道西往旺角行驶，驶至加道里道对开灯位撞到人，姓叶嘅小巴司机表示自己有 E 灯号行驶。落灯我啱啱过，佢突然间冲出嚟。哦，佢突然间男啊女嚟噶？男哦，即系就呢一角就撞到，清醒嘅。佢事后协助警员调查，警方正系调查意外原因。